体方块空间感呈现的东西，虚实相间的东西，都是宇宙的物质，然后不停地在表达，不停地在裂变。一个作品呢，它是一个完整性，还有一个精致度。其实不是说藏家或者是别人拿到手里面会觉得怎么样，而是我自己对这些东西的要求，就是一个精致度，任何细节都要处理的达到自己心里想要的东西。不管遇到任何的问题，都应该是乐观积极快乐的面对。其实人在不断的自我成长或自我强大的一个过程，都是在一次次的蜕变，一次次的经历，一次次的去战胜自我，然后一次次的去重新打开，继续打开。在我概念里面没有，全都是辩证的，没有对错，没有应该和不应该。只有当你把这些框架和这些自我设限的在脑子里面的这些框框，这些一条一条的道，把它全打碎了，你才知道人的潜力有多大，你才知道人的创造力有多大，思想有多远。